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《英斯路生存日记》。我们今天呢，要让这个吹佛小队终于要回到那个我们的原本的营地，因为我们身上物资其实好像现在在外面游走这么久，其实好像有点匮乏啦。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返回我们那个原本在脱掉场的基地。啊，这两位丧尸小哥，不要在我旁边打乱，谢谢。啊，那一样，我们后面拖着我们上次交易而来的车子，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拖回去那个脱掉场那边，然后停在我们的停车场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车位大概就，我们的车子大概就有喷火车嘛，这一台地霸王，还有上次拿到骷髅马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差不多目前车库就是这几台车啊。慢慢往前拖。哎，这个今天开始有点打雷下雨，这个车子可能会有点飘啊。OK， 哎呦呦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哎，如果我这样子拖行它，它是不是可以帮我打这些丧尸啊？哎，效果拔群非常棒啊，非常的好，对对对，非常好。哎哎，好、啊，不要一直回头好了，不要一直回头，要不然虽然这个线是不会脱落，但是一直回头，因为它会一直伸出那个车子，所以就不太好。我们就看到这条线这样子、啊，就看到它在后面这样飘。好，我们开第一人称来开一下这车啊。对，这种时候开这样子，非常的有末日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跟着格伦那边比中指，不要对丧尸比中指好不好？我先把那个设定调整一下，就是让他们，对，让他们 follow 我，乱动，往前开，往前开。哦，前面好像看到一台直升机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开过去看一下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是。先停车，先停车，先停车！哇，还有一台坦克车哎、欸。前面路好像被挡住了，我们下车调查一下这里。来，下车查看一下，这边坏掉的直升机，上面有一台女武神，等一下过去拿。这台坦克车和地霸王，坦克车是好的吗？看一下这台坦克车可不可以开。可以用吗？他的头好像不能转，但是可以发射吗？可以发射，但是转头，一般来讲不是会转头吗 ？OK， 他的转头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开也开不动啊，这个对开不动。OK， 好，确定他开不动，就跟地图模组出来的车子差不多，就是这种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往前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这边路都被堵住了，我们可能要走别条路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回到车上，我们走到这个后面来这边看一下有没有路可以绕、啊，旁边应该有路可以绕了，绕过去一下。OK， 绕上来，那台女武神基本上应该也是不太能开啊，就应该是不用试啊，地图模组大概就是这样。这边很有可能是病毒爆发出去，军队为了挡住那个入口这样子，然后不让他们过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这边超多台废弃的车，都不能用的车。这边是，这边不会也被堵住了吧？哎，这门过不去啊。非常好，这门过不去，好，再一次八股，要挑战我八股的技术。哎，车子对车子这样八股。把这边绕开来，等一下，绕开。OK， 好。所以我看一下，我们回到原本基地的路上的路是在这个地方嘛？对吧？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路被挡住了，绕一下路好了。好，现在绕一下路就过去，绕这边好了。哎，顺便把这个幸存者的模式给打开，看看路上会不会有人来攻击我们，顺便再收集一点物资。我们等一下回，赶快回那个基地去补给了。剩三分之一了，身上物资真的是不太够。OK， 赶快走过这里。今天我们要来部署一下，这个回到基地之后，我们要开始部署一下人力啊。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收集不停的人，不停的收集人，然后就是要分配一下好资源。后面这台车是怎样啊？
啊？怎样？给力点行不行？哦，这今天下这个雨真的是有够大的，还打雷。哎呦，这几个是，哦，这几个是那个幸存者是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上次有说过，吹佛小队不会再收集人物啦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们自己加油啊，自己加油。吹佛小队不会再收集任何 NPC， 因为 NPC 实在是有点难上车。之后我们外出的时候，我们找一种比较好上车，比如说装甲乡村，好像蛮多人喜欢看装甲乡村的，我们就去开装甲乡村出来，这样子。因为悍马车实在是可能是有点 bug 啊，那人物上面好像有点难上车啊，用过非常多次，感觉就是 bug。好，默默的开回基地。好，吹佛已经快要渴死了，我现在应该还有水吧？身上应该还有一点水啊，两罐水，物资超级匮乏啊！终于回到我们的家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久没有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各位，你们好啊，你们还想我吗？哎，不对，吹佛不能这样讲，这应该是 Daryl 才能这样讲。好，我们先把车子先停好来。哎呀，看到大家都安好，就是心情不错。我们把这台车给放下来。我们把这台车应该是开到，我们把它开到停车场好了啦。等一下，这边让我自己来就好。你们其他人负责 stand still 在这里。哎 ，stand still。哎呦，所以 stand 在车上按 stand still 就是。可以把他们留在车上咯。哇，玩了20几集，终于又发现一个新的功能啊！感谢之前观众提醒啊，有人叫我试试看，果然真的可以耶。好，那我们先叫他 follow， 然后下车的时候再叫他 stand still。哦，所以如果避免就是 NPC 一直上下车，然后很麻烦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一招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来来来来，来来 stand still。OK， 好，我们把这台车停到那个楼上去。哎呦，这个卡得很紧。神车 gate 要停到上面去吗？还是停到隔壁就好？听说隔壁那边要用警车，可是我们现在警车在之前的那个警局小队那边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开上去好了。啊，各位，告诉各位一下，这种。改装型的车子啊，在丧尸模组当中，有的时候会有偶发性的 bug， 就是他身上的改装品会不见啊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但是我会为了让各位看到就是正常的一面，我会就是稍微偶尔简介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他这个真的是模组没有办法避免，就是会武器会消失。开上来，欸，上一次的骷髅马应该还在吧？有存到吧？啊，有存到，有存到，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再往上。欸，其实这台车不太好开，欸，这台车有点滑，欸，我们把它停在二楼好了。每一层楼都有一个，上面有地霸王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它停在这里，差不多就停在这个位置。OK， 哎，欸，不要停在角落好了，方便我记住。那这种车子呢，改装过后的车子，就是用修改器刷出来的改装车呢，我之前有试过，基本上用这个丧尸模组，貌似是存档存不了啊。就是各位注意一下，就是如果自己在游玩的时候，这种车子只能就是存好玩的啊，就是没办法存档，那可能是 bug 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去顶楼好了，去顶楼看一下。这边是三楼，然后再往上走，跑到美丽，继续跑。哎，从这边上来，其实旁边有楼梯啊，那走那比较快。哦，运兵直升机，就是上集那个富兰克林和米琼恩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现在站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地霸王还在这里。我想一下，我们还有扫什么车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我记忆力应该没错吧，各位？我们应该没有扫车吧？警车在警局嘛，真好记。这两台车，女武神也在警局。然后刚看到骷髅嘛，还有我们刚才交易的那台车，所以目前这就是我们的载具，对吧？好，没问题。那个支线
支线写太多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好好把剧本回收一下，就是要把他们回全部集合在一块啊，要不然我真的是那个会乱掉，好不好？欸，有吗？他们都有 follow 到我吗 ？OK， 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从旁边楼梯下去吧。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两位跟我走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回基地。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今天预估是这样子啊。哎呦，我刚刚看到东西在跑。你们两个也过来干嘛？奇怪嘞，大家都过来是怎么回事？好，那你们既然要跟我走，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。来来来来，目前这就是我们就是几位主力的主角。那尼根自然还是这里的老大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故事的原型，一开始就是说尼根是老大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回去楼下的营地。哎，这边应该不会再出丧尸了吧？没那么阴险吧？我觉得我上次已经堵得很好了。好像有观众跟我说，就是旁边那个大门口那个匝道，可能还是会有丧尸跑进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应该会跟着我走吧？应该吧？有人上次说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是这边吗？有人说还是会有人走进来，会有丧尸走进来。可是我觉得是，我是觉得不会啊。我看看，如果把他这边堵，因为位置不够大的关系，我们把它稍微给它改良一下好了。这边先这样子挡住门口一个，还是干脆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干脆这样摆下去，然后强迫症观众表示就直接发作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啊，这样总可以吧？重叠在一块嘛，谁都爬不过来啊，这样 OK 吧 ？OK， 啊，这边我是觉得没问题啦。上次我觉得我这边挡得非常不错啊，这边稍微又跑出来一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不好 ？Barrier 有多少就用多少，叠上去，给它盖住，给它盖起。哎，外面怎么出现敌人？等一下，打起来了！站在瞭望台，完了，不会吧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口渴。这些幸存者来路不善。等一下，喝口水，快渴死！哦，等一下要去萤火旁边补给了。先解决掉他们。哎，那谁给我跑出来了？刚刚那是外面有一个是谁？谁给我出去了？等一下，我把他抓回来。强大的修改器，军人老兄，你怎么出去啊？给我回来，好不好？给我回来啊！你们都给我回来。还有谁出去了？应该没有人出去吧？好，我们的营地真的是非常的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把他们带走，把附近这几个主角系列的人物带回去。好，来，你们几位跟我走。Follow。好，跟我走。哎，旁边好像有一些物件消失啊。那个目前好像听说，就是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硬碟读取速度的问题。那我之后我会把就是我的模组的 GTA 的档案放到 SSD 里面去看看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因为我现在是丢在传统硬碟里面，就是偶尔你看有些地图物件它会读不出来，因为东西太多了，我们盖太多有的没的，就是导致它硬碟读取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好。那下一集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个主程式丢到那里面去看看。快点，今天还要分配一下战力。我们今天把富兰克林，就是巨石强森，带几个主要人员过去警局镇守，这样子。这我们的基地的差不多的概念就是这样。先把他带进来，来来，进来里面一点。现在全部人听我指挥 ，follow 我啊！哎，没有，我只负责弄得到这几个人而已。OK， 那我们就 stand still 在这里。好，目前的话，我刚刚说了，叫尼根过来一点。哎，主要人物过来，哎，聚集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容易大家在一块，稍微有点团队的感觉，丢一点团队的 feel。OK， 你们几个过来。哦，这个好，哦，因为他们刚刚去打外面的人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修改器超级方便，直接把人就是放在我想要的地方。啊，上次说过了，
白上面的话，下一次读取人物可能会不见，原因不明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目前主要小队的，这主角系列差不多就到这边，现在可能还缺少了，大概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我们的瑞克，好不好？之后我们就去寻找瑞克。啊，废话太多，先补给东西一下。等我一下，做个水什么的。只有四罐水，食物也是四罐。之后我们再找时间去补给一下物资。OK， 好，差不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就是富兰克林上次说要去警局嘛，那米丘恩可能先待在这边，因为之后会有他的一个系列的故事。那我看一下，富兰克林要带谁比较好？要不然就富兰克林和那个崔佛两个过去好了，这两个也是蛮强的，就是主角系列人，我们让他多待在那边。因为各位有看到这台车吗？这台。因为富兰克林只要在这个脱掉厂这边，他就会无限的生成出来这台脱掉车，就是地图本身那一件的，就把它删掉。就可能富兰克林来一人就会出现，哎，哦，你跟老大中弹，中弹，我们预习，等一下，火箭筒推出来，射下去。哎，这些家伙怎么回事？啊，刚刚萤幕还卡一下，吓到我！尼根老大，大丈夫ですね，尼根老大，我们把尼根救起来，快点，尼根，我们先进行急救。好的，我们刚刚把这个尼根老大给救起来了，好不好？他刚刚差点倒地不起，好险他在最后还有一点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把他救了回来，好险！这个医疗技术果然还是蛮重要的啊。你们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医疗兵，这里。这边有一个医疗的医生，就是他把尼根给救起来。好，因为尼根毕竟是我们的首领，我觉得我还是把尼根放进去一点好了。怎么一个被敌人那个啊，擒贼先擒王啊，直接把尼根一枪射倒在地上，这也是第一次发生，这太好笑了，突如其来的事件。好，刚说到哪里？刚说我们这两个嘛，我和富兰克林，就是这两个主角系列人物，我们到警局去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之后还是交给尼根来进行统治。好，那我们先跟这个，应该只要跟富兰克林 follow 就好。来，富兰克林，来。OK。好，我们骑着这台，没错，我最爱的绿色摩托车过去。来，这两个人物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故事啊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摆到警局那边去。OK， 正常的戴安全帽太好了，终于有人物可以正常戴安全帽。原本那些 skin 好像都是不能正常戴安全帽的啊。我们现在到警局那边去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警局小队了。门开门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门怎么开一半？放尊重点好不好？我们之后就把他们两个放在这边好了。来，下车，富兰克林。回到这个警局小队。啊，双胞胎姐妹花又复活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来，我们把双胞胎姐妹花放进来一点好了，我们把它放进来警局里面好了。哦，这边好安静哦。好，我们把它部署一下。今天这一集大量使用到这个修改器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是必要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军人也是放进来，要不然我觉得在外面好像真的对他们有点太危险。这样子。不要，这个双胞胎姐妹花一个当柜台人员站进来一点，这是我们的门面。哎，奇怪，这门拉不好啊。来，站进来一点。OK。那军人的话就站在门口啊，这个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里啊。对，我们上次女主角是不是在顶楼？我们等一下去把她找回来。好，这样子。那富兰克林的话就再过来一点。来，富兰克林过来，你过来，对，就是你。你一定要戴着安全帽吗？为什么不把安全帽脱掉 ？Stand still， 好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警局为首的话，应该就是富兰克林和崔佛两个轮流啦，他们两个就是这边的老大。
那我们之后再，我们之后可能会开一集，就是用地霸王去找幸存者，就是一次找超多幸存者这样子。你们超爱看这样子，那我就拍给你们看好不好？之后我们找一集拍给你们看，就是用地霸王找一堆幸存者。来哟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你自己生出一台雾音在这里，这是地图自己生出来的啊，因为主角系列人物在这边啊，竟然直接获得一台免费的雾音。啊，这女主角在这里，我们把她带下去。可以带下去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这好像因为上次有说嘛，人物超过上限了。好，那我再稍微调整一下。OK， 好，稍微调整一下，他现在应该是可以听我指挥。那上次有说嘛，这个他就算我们这一部的《英斯路》的女主角，对不对？嗯，上次自己讲的嘛，就是很多观众都希望这个来当女主角，因为我想应该是没有人要看米琼恩当主角吧？米琼恩在我的这个。我们的创作里面应该只能算是一个配角而已。好，那他就当做我们的女主角。那现在跟我走，我们把他带到楼下去。超正女主角啊，这个旁边的这台女武神也还在啊，各位不要担心啊，女武神就在这里。地图上我也把它存好了。来来来，女主角跟我走，好，跟我走。来到警局里面。OK， 好，今天这个人力的部署真的是差不多，目前我们的人力大概就是这样啊。之后还要再找一个大地方，就是富兰克林老弟，别吓我好不好？突然一个大人安全帽站在这边，很吓人啊，过来了吗？女主角 ，OK， 再过来一点，哎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。奇怪，你不过来一点？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的，好，你就站在这里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Stand still。富兰克林喜欢在那边搞自闭，我们就让他在那边搞啊。这个门可以进去吗？看一下。哎，可以耶。那我们在这边再弄个小帐篷，这边再弄个帐篷 ，tent 有吗？有出现吗？不行用吗？哎，没有出现吗 ？OK， 好像是不能用哎。啊，他好像这边看起来这边是盖不起来啊。好吧，那算了，那目前就一个帐篷就好，意思意思一下啊。那就是我们现在两个基地嘛，就是一个是警局小队和那个脱掉场小队，就是两个小队目前人物的部署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算是欢迎吹佛小队回来，然后还有稍微把人力分配一下，之后我们就会到那个上一次去的那个上次救吹西那个地方，那边可能是我们的第三个基地。然后那边看看看还有什么人啊，还有车子可以使用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做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影片。还没订阅观众可以帮我按个订阅，如果你是我订阅者的话，别忘把二次铃铛给打开。我每周二五下午5点半发布影片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。